喜樂。咁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見證咧，就有禱告裏邊咧係經歷神嘅愛嘅見證啦。咁喺兩年前咧，我就初初認識葉牧師，咁佢喺電話裏邊咧就帶我用靈禱告。咁我唔知咩叫用靈禱告啦。咁牧師話你可以行去、跑去或者飛去主耶穌度。咁我最中意飛啊！我話點飛啊？咁佢話你用兩隻手拍翼啦。咁啊，咁我咪用兩隻手當翼咁拍咯。咁即刻見到主耶穌。咁當日咧，我就同主耶穌咧喺青草地度玩得好開心，好開心啊！咁原來神係肯同我哋玩嘅。咁自此咧，我就漸漸咧禱告親都見到主耶穌。咁再漸漸咧，我合上眼專心，我已經能夠見到主耶穌，係隨時係可以經歷嘅。原來咁同主耶穌一齊嘅時候咧，親眼見到佢係點樣去愛人啊！嚇，同我哋人間嘅愛咧，真係爭好遠好遠咯。咁今日我最主要就係想講呢啲嘅我嘅體會啦。咁我同主耶穌一齊嘅時候咧，我玩得好開心噶，我成日纏住佢啦。啊，同我去邊度玩啊？一陣就要去山度啊，一陣就要去海邊啊！啊，咁我哋係即刻去咗嘅，即刻去咗個地方。我唔識形容，因為我從來冇翻過靈恩教會嘅，我唔知我去咗咩地方，但係可能係去咗第二啲嘅角度，可能係去咗第二啲嘅 spiritual realm。屬靈的領域，或者去了天堂，我不知道，但那裡呢肯定的呢就不是地上，因為去到呢見到耶穌呢，那氣氛是完全不同的，那身邊的感受啊，那種空氣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空氣來形容呢，是完全不同的。那我知道我是不在地上，那跟主耶穌一起的時候呢，我發覺他呢很奇妙，他就我想做什麼，我想玩什麼啊，我想打千秋啊，想吃雪糕啊，他什麼都會就我。有一次呢，我就我說耶穌爸爸你跟我去釣魚啦，我想釣魚啊，我去釣魚去釣魚。咁跟住呢我即發覺自己即刻穿了釣魚衫喎，有埋頂帽喎。最神奇就是我呢隻手竟然揸住魚竿啊，揸住一支魚竿喎，我真係好好啦。我發覺神是咁咁肯去就人啊，苦就我啊！咁同神相處係咁好咁美妙咧，我就好想讓其他人都經歷啊！我好多人信得好攰啊，條路行得好辛苦啊，疲乏啊，無力啊！嚇咁若果佢哋認識咗神嘅愛咧，真係成個唔同曬。咁我就好想人呢可以經歷啊！我就係心願，就好想人人都可以見到耶穌，人人都感受到佢。咁但係點樣帶人經歷呢？我唔識喎。咁跟住咧，聖靈又嚟指教我。佢話：你將人喺禱告裏邊帶去神面前啦，你帶嗰個人去耶穌面前啦。咁於是我就咁樣去做。之後咧，經歷好多神蹟奇事。好多人咧喺禱告裏邊咧經歷到神，亦都有好多個見到耶穌，係未信嘅人都見到耶穌。見到人耶穌嘅人咧，即刻係釋放、改變，個生命唔同曬，因為佢哋感受到神嘅愛。感受到神嘅愛嘅時候咧，原來耶穌係咁輕散噶，佢見親我哋都係咪咪嘴笑，好輕鬆咁樣嘅。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三個 case 啦，三個姊妹嘅 case， 我帶佢哋喺靈裏面禱告，呢啲叫做靈裏面嘅禱告喎。咁就呢三個 case 個姊妹咧，我都攞咗佢哋嘅同意，可以喺呢度講噶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 Jenny Lam， 係墨爾本啊，澳洲墨爾本嘅姊妹嚟嘅，我唔識佢嘅。咁佢就想我同佢祈禱，咁我就喺電話度同佢祈禱。阿 Jenny 咧，佢就好多侍奉噶，佢又死過翻生啦，佢好多經歷啊，又上過天堂啊，又咩咁嚇。
咁佢就好多侍奉，多侍奉嘅人咧，必然就係會好攰啊，有好多誤解啊、誤會啊、受傷啊咁。雖然阿 Jenny 咧都好強壯嘅頂得住，但係咧，當我帶佢去耶穌嗰度，當我喺電話度用靈同佢禱告，我見到主耶穌咧捧住 Jenny 塊面，好似欣賞一件藝術品咁去望 Jenny。主耶穌好中意 Jenny 兩隻眼啊，烏濛濛啊，好精靈。主耶穌好欣賞佢對眼，捧住佢塊面嚇。咁、然後咧，我見到咧，耶穌眼中睇 Jenny 咧係發光噶，佢成個人係發光噶。原來主係覺得佢個女兒係咁榮耀佢。咁當我話俾 Jenny 聽我見到嘅嘢嘅時候咧，Jenny 好感動，好感動。我話你同耶穌一齊嘅時候，你先至係主角啊，唔係耶穌係主角，你先係主角。咁第二個 case 咧就係香港一位姊妹叫美玲啦。咁美玲咧，我認識佢嘅時候咧，佢已經係瘦到好似人乾咁啦，咁又攰又殘啦。咁美玲咧就係好愛主，好愛人，好多服侍嘅。佢啲服侍咧係落手落腳嘅。即係煮飯俾有需要嘅人食啊，去街道傳福音啊，去探訪啊，即係做呢啲好攰嘅工作，佢自己又要翻工喎，咁可想而知佢係幾攰啦。咁我當我帶美玲去禱告嘅時候，主耶穌同聖靈同美玲講嘅話，我知道你嘅勞苦，咁我就轉告俾美玲聽啊，上帝知道你嘅勞苦。美玲即刻喊得好緊要，上帝知道佢勞苦。跟住我見到主耶穌將佢自己嗰個冠冕戴喺美玲頭上邊，係冠冕啊，唔係一份禮物啊，將自己的冠冕戴喺美玲頭上邊，係咁寶貴。咁我哋又會講啦，啊為神勞心勞力撲心撲命，咁上帝梗係錫佢啦嚇。咁而係我而家咧就要講第三個個案咧，就係、是、加拿大姊妹阿 Wing 泳兒。咁泳兒咧原本就係好愛主，好愛主，佢而家都好愛主嘅。佢自細咧就睇好多聖經，常常祈禱，一日係好多時間祈禱，讀好多聖經。咁但係今年咧，佢經歷到好大嘅衝擊喺信仰上邊，於是佢就唔祈禱。唔讀經，因為佢唔知道可以點樣信落去，佢唔能夠再信聖經裏面嘅應許，失去曬信心。禱告嘅時候，聖靈同佢講，佢話：你還有一點力量，你都唔離棄我。咁我轉告呢句説話俾泳兒聽，上帝話你還有一點力量，你都唔離棄佢。咁泳兒就好感動。喊得好緊要，因為佢覺得自己好對唔住神。點解失去曬信心？點解唔祈禱、唔讀經、唔翻教會？但佢又好怕自己會離開神，佢唔想離開神。我同佢帶佢禱告嘅時候，我見到主耶穌喺後邊攬住佢，攬得好實。我同泳兒講：你知唔知你感唔感受到主耶穌攬住你，攬得好實啊？佢唔止係我哋驚會離開神，原來上帝好驚我哋離開佢，佢唔捨得我哋離開佢，佢將你攬得好實好實。咁呢個禱告咧，就係、是、醫治咗泳兒好多。佢覺得自己乜嘢都冇做到，冇為神做乜嘢，甚至連讀經祈禱都冇。但係就因為嗰一點。每一個人佢都係咁寶貴，就好似咧喺佢面前嘅人咧，就係、是、宇宙間咧呢、這個世上咧唯一一個被造物，冇其他。耶穌眼裏邊淨係見到佢，佢係最重要、最寶貴。有陣時佢會抱住我哋喺大髀度坐啦，摸我哋頭髮啦，捧住我哋面珠仔啦，啊聽我哋講嘢啦，全心全意，完全係。俾曬啲時間同埋注意力
在我們身上，就是每一個都好像是他的獨生子獨生女那麼寶貴，不是因為我們做得好不好，不是因為我們合不合他心水，但他就是這樣喜悅我們無差別，就是這樣去喜悅我們每一個我帶到去耶穌面前的人，他都是這麼喜悅，是這麼寶貴，每一個都是他的獨生子獨生女。我好感謝神，我多謝葉牧師開啟了我這方面，讓我可以在這方面服侍，榮耀歸神。